山西加油 We love Singapore, Singapore we love Singapore 我想办这个活动呢，一开始的想法就是说，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平台，不是单单比赛的平台，然后给我们的下一代的舞者提供一个舞台表演的机会。对，不是单单就是比赛，因为现在比赛的项目很多，但是舞台表演的形式应该更多元化一些。那您如何理解慈善呢？您有参与过吗？目前还没有，但是因为上一次我参与了一个慈善的晚宴，然后是我的好朋友展丽娜办的，我当时就很有启发，我希望在将来能够有芭蕾舞的演出的机会，和慈善机构可以联名，可以有更多的合作，我一定会全力以赴。首先非常感谢主办商用特别的价钱和优惠的价钱安排年长者来看这场说，这场说是相当有激情的说，超过我的想象，而且同学们小朋友们都很有自信心，而且表现得超水准，有点国际水准的感觉，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主席，这次因为我们整个二楼是被善心医社算是包场的，然后这一次如果没有你的支持，我相信我们的演出不会那么成功，因为每一段当孩子们全力以赴的时候台下的观众给予他们最肯定的一个反馈就是他们的掌声，所以我非常感谢主席能够在这么特殊的时候给我这样的帮助，我希望在将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跟善心医社有更多的合作和交流的机会。谢谢。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觉得艺术是相通的。那么就是说，无论是肚皮舞还是芭蕾舞，其实都是需要伴随付出很多的时间还有辛苦，来呈现一个这么高级的演出。然后呢，我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关注艺术。I absolutely love the performance. I think it's such a great opportunity to give young dancers the opportunity and time on stage. I think as dancers, it's something that we don't get to do enough. So to provide the opportunity, that makes me happy, seeing the kids so happy. Wonderful performance. Absolutely loved it.慈善与艺术，光明同行，共襄盛举。